당신 당신 잘 키우는 것을 그랬을 게 봐. 两头野兽还在继续火拼，你是一场亵渎恶战！我在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的一种景象，不要战术，不要形象，只有一个朋友。这简直就是两头野兽最原始的较量，而我正在亲眼见证这一切。 两头野兽还在继续火拼，以数以百计的拳头砸向对方脑袋，太可怕了！喇叭响起，两人竟然厮打在一起，裁判已经失去了作用，两人的动作已经僵硬，这两人分开，整个赛场陷入了一片混乱。注意听，喇叭！You scumbag! I'm gonna beat you to death!死死锁住少男的脖子，想在地面将少男降服。又一个大帅，江南哥，腿，你腿颤了。闪灵恢复品，火力全开啊！ 突破！
反转，少男即将逆转乾坤，成败在此一举。